再来这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。好，这件呢、啊，这件裤装啊，卖得非常好。这个口袋是小口袋，它是假的，就只是车好看的。好，然后口袋真的口袋在这边。这件连身裤装啊，厂商居然通知我断货，它是有点背心式的连身裤装，然后就是比较休闲感一点。那你喜欢什么色？可以穿到多大尺寸？它有 M 号啊 ，M 号应该可以穿到 M， 就是一般你的 M 号 ，S 号大概就是48公斤左右都还可以穿 S 号，48公斤以上大概就是要穿 M 号了。好不好？